非常有动感。然后我们会用我们天选扇，哎，等一下，有没有人想要天选扇的朋友？有吗？有没有想要举手？这次是这把，就这把。哎，小朋友想要，就这把。哎，卡住了，等一下。哎，就这把，对对对。然后我今天有准备哦，如果谁今天哇很热情，我看他很热情，我就想要送给他，好不好？然后带来这首叫做《小习惯》，送给大家。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！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！我忘了。